位于台南市北门路的大公国小公车候车亭，这几天两边的红花枫林木正在盛开，几丛树啊开满粉红色的花，搭配台南国际造型的候车亭，被民众娱乐是台南上水的公车站。几日间，吸引不少热闹人士以及民众前往翕相。在春天的季节，有真侪花木盛开。南市北门路的大公国小公车候车亭，最近两边的红花枫林木同日盛开，满树粉红色的花蕊非常的水。真侪民众前来拍卡翕相分享，也吸引真侪民众到北门路欣赏红花枫林木的红彩。漂亮。对，可是这个应该只能平常日偷偷来吧，因为应该假日会很多人吧。对，应该假日会很多人。特别啊，就是可以让人家在这边坐着拍个照啊，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拍照的景点这样子。对，大公里里长吴坤福表示，这几丛红花枫林木是北门路拓宽了后所种植的，这两冬才陆续开花现象。今年可能是气候的关系，花蕊盛开，加上搭配台南古迹的候车亭，非常的无同款，吸引真侪人来翕相。开就是建村改建了，迄、那个北门路开拓了吼，种植大概16年前啦吼，种植的啊。这三棵树哈，去年是靠活动中心这一棵比较漂亮，啊，今年哈就是大光国小那两棵比较漂亮哈，啊，现在开始在花在谢了哈，但是还是蛮漂亮的哈。当地居民表示，红花枫林木花期大约一礼拜到两礼拜，所以想要欣赏红花枫林木大开的美丽的民众，爱趁即马来欣赏。记者陈嘉生北区采访报道。